发现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Charizard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Charizard 在此在战斗中，伊德尔德可能会上吧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你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回归原始。回归原始，伊格尔德的形态也变了。旋转转盘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完全形态，力量全开，完美转动条开放。按下右边按钮，完美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 Take down！ 哇！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，四八 ，Earth Power， 打中他，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。轮盘机会，一直连续按球体按钮吧。太棒了，是掌门球。太好了，是三连捕获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的吧。Insert points 可以。